世界只是到了一种频段吗？比如说人往生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是一种物质的震动，频段的震动，突破维度也是一种物质的震动，它会不会最后只变成一种波段呢？人到最后有没有可能你的精神力和你的意志力最后只是提升在你的一个包括法门的修行还有它的法门，最后到达的目的地会不会只是一道波段？波段还是个名词。比如说我知道比喻没有更好的不再贴切，这个比喻就是说当你把这个世界看成物质的，也许你会说是不是变成光了，变成能量了，变成振动波了、嗯、或者变成什么学路或者是什么，只要你有一个理论界定都是错的。所以如来说空性的时候，说到底空性什么，所有的上师都听下来不知什么，一出口就错，一起心动念就错，知道吧？没法定义空性，是无法，你的本来面目是无法定义的。因为人力是有你的认知，这就决定了你的认知角度，决定了不管我怎么说你都有个想象，你以法相来定义。比如说我说苹果，你头脑一大堆关于苹果，否则你听不懂你知道吧？是吧否则你听不懂。那我说任何话都是为了你听懂的啊，佛说法也是为了你听懂的。苹果你有一大堆苹果的想象，说橘子你有一大堆，否则你怎么知道我说的？就算你没吃过，你会想象，你会有这个文字橘子，你会有橘子的概念定义。但是佛法没有定义，不能概念，无名无形，无名无性啊，无相啊。所以最后只能是释迦牟尼佛传法到最后只能是拈花微笑，这都多余了，因为只能想象嘛，不得怎么办呢？这是所有的参禅，它难的地方，你又无法阐述，无法理解。等你需要用那种程度来度脱的时候，他一定不说话。所以六祖示现了不识字。一代宗师实现了不识文字啊，因为他的有一批弟子需要从文字向里解脱，需要不再要佛法这种定义了，连佛法都要舍去了，弃传登岸。但是如果你还不到那个境界，那好好的学佛法，三藏十二部好好看，就看文字，知道吧？一指文字，一指佛像，一指佛法，一指老师，一指佛陀来解脱。等你到达那个全部要舍去的时候，连佛法也舍去。就是这样，佛法也是戏弄，没有东西能说清你的本来样子，没有人能给你下定义，没有人，这个世界就算是尊贵的佛陀也下不了一个定义给你，说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知道吗？他也是空性，都是，是吧？空性也是只是我们了，因为怕大家执着有起了个名相而已，假名而已。但是我们就算我们这样说，但是大家还是觉得空性要么就是虚无，要么就是虚空，要么就是屏蔽万法以后的如如不动，是不是？屏蔽万法以后，就像阿罗汉活在一个寂灭的境界，万法未生之前吗？红洞未开，但这都不是空性。如果是虚空、虚无，只要你有个概念，空性是虚空或者虚无，或者是屏蔽了万法以后如如不动的有一个境界，那么这些里边都无法生妙用。你就活在无为法里边，这相对于有产生的无为法，只有真空是妙用。这真空是什么？当你真的证得空性的时候，你是一切，因为空性是摸不到看不到的，永远你找不到，只有从相里边找。空性既然它无形无相，连个定义都不是，那么你在人力的三维角度看的是不是全是相？那么如果你想借空性，是不是在相里边借？你怎么能在任何地方借到空性呢？所以借相就借空性啊，最后证得的是你就是一切啊，借一切相就借空性啊，法身报身全部化身全在一起啊。现在只不过是你要修正，你把法身跟化身，你把这个肉体，然后你如果空性最后只是离相而借，离相你就借性，离相就借性啊，并不是说并不是你抛弃了相，最后你证了一个境界叫空性，你见不到的。但是这种理想是从破二元对立开始的，不是你把这个杯子扔到窗外开始的，是破二元的分别。白的一睁眼你就错了，白色的这本能分别，你知道本能的对立分别，白的黑的，光明和黑暗，知见立知即无明，本你的无明开始了，世界的轮回开始了。一睁眼说这是白色的，人力的无明开始了，
但是这个是本能的，在人道这是对的，人道都是叫白色。但是你也知道，一只苍蝇，一只蜜蜂，它有复眼，它飞过来，这都不是白色，彩色的哦。那到底这个是不是白色？《金刚经》说，白色，非白色，假名为白色。佛是这样讲经的，是起了个名字叫白色，但它的真理在真理面前，它不是白色，它是在人力的交为了交流的方便是白色。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4点，但你知道在美国也不是，是吧？在加拿大也不是，是吧？时差，甚至那其他的重视更不是，是吧？这个时间谁定的？人力的时间。人力的时间，这是只是在人道交流的方面，不然我跟你约个时间，说你几点过来，我说那个三点非三点，假名为三点，你知道是几点，是吧？那主要定义，因为我们俩要见面，要约个地方。我经常说，左手右手谁定的？你定为什么这是右手，这是左手呢？这不叫颠倒梦想吗？为什么那么死？这是一个方便说法的方便，时间、空间，是吧？地球是圆的，东南西北谁定的？怎么一定是那样是东，那样是西呢？告诉我，谁怎么个以哪个为支撑，哪个为参照？我是以火星为参照，我还是以土星为参照，还是以月球啊、太阳？怎么个定义东南西北啊？当然，在人道有些东西是有规律，但是在最起点那一定义里边，都是一个交流的方便，为大家说话交流做一个方便。不然我说拿过白色的杯子来，你怎么给你肯定把红的拿过来了，是吧？在人道是这样，但都是错的，在真理面前都错啊。你只要执着，敢执着一点是这样的，你一定控在人力的时空里，知道吧？你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但佛学不是在人道做个，不是让你在人道幸福的。但佛学可不可以在人道幸福？在人道会很幸福，我告诉你。他能出六道幸福，他怎么回人道不能幸福呢？这么简单的三维的时空，他怎么能活得不好呢？很自在啊。哎呀，这个真空的时候不去想，可能还自己觉得自己挺安静的。越去想的时候静下来，可能事情更有各种方法，不，但是根本上是破二元对立出人道。但是刚开始你静不下来，可以听音乐啊，可以就像说，他说他听音乐可以静下来，还有念佛号啊、持咒啊，可以从一个根开始起修啊。比如观世音耳根源头是直接从动静破动静开始的，不着动相，不住动，不住静，不着动相，不着静相，是吧？你坐在那儿，比如说你一坐在一打，为什么刚开始从打坐开始，身心不动开始？因为你拼命跑的时候，你很难破相的嘛，你没有这个。你很难在动中你能够真的身心静下来，还有能量的转化嘛。金字塔形的这个坐姿是最适合修行的，这是前辈总结出来的哦，不是随便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双盘单盘这样的坐姿很适合人力修行，因为人力的身体结构决定的，这个是比躺着站着好，知道吧？这样一个坐姿，你坐在这儿，你想想你眼睛闭上了，是吧？看不见光明黑暗的，分别不了，因为你仔细只有黑暗，除非有的有天眼的人可以看到光明镜，那么你就破光明跟黑暗也可以出眼根修。那鼻子你基本上要在山里边清净都不闻了嘛，没有什么香臭那种太大的界别了嘛，口腔不吃东西了也不好修，身体没这个吃，你打坐的时候上去摸你啊，是吧？也不能，唯一的一落座，身边的全是声音。所以佛说耳根源头比较适合嘛，就是你自带，就是说这个工具比较好用。那一往再做，因为你必须要破的是二元对立嘛。好，一往再做，一落座，你的身体不是不动了吗？身心不动了，周围一大片声音，你看飞机的、说话的，是吧？大家倒水的、茶盘碰的、碰杯子的玻璃声，是吧？有的念珠转动的声音，甚至自己的心跳声、呼吸喘，全部是声音。你就把你的意念放在身上 OK 了吗？你就等吧，放在身上只是因为你乱想，我这样说你放在身上，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声音是没有动静而相的，这就是佛学的直接了，动也罢静也罢，只是你心的分别，知道吧？
简单就声音不是你听到的，不是你只有耳朵就能听到的，声音是你心分别出来的，否则死这个耳朵没掉怎么听不见声音呢？是吧？为什么只有活的人能听见声音呢？死了人的这个耳朵也没掉吧，是吧？所以你要是心不动，心不分别，耳朵光耳朵听不见嘛，是吧？好，现在知道了，坐在这儿，心不要分别，你知道吗？但是你不是死人啊，你有本能分别，知道吧？你坐在这儿，一大圈声音在你周围，从耳根源头，有的本能的就分别了。你看，这是个女人说话，这是个茶杯声音，但有的你分不出来，外边谁在叫，或者呼噜呼噜呼噜空调的声音，飞机的，哎，有的你就分别了，有的你分别不出来的。但不要管，你就继续做下去就行了，知道吧？一般做下去就是，第一是本能的分别，不要管。其实我们人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你很浑浊，就是最初的感觉。你坐下来，神有的本能分别了，有的没分别，反正就这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呢，但是你做到一定时候，你一定会把它你跟神分开，因为你够近了的时候，你就会从生理里抽离出来。你很近，你会觉得你自己坐在这动都不动，然后声音在这边，你在这边，声音还是声音，还是有的本能分别了，有的没分别，因为分别不出来，有的因为你闭着也不知道。然后你在这儿，他在这儿，是吧？但是不影响你。再近，继续往下等，如如不动的往下等，等等等，你就会发现声音原来是从你这儿出来，你跟声音是一个东西。只需要你不要动，往下等就行了。这些不要你用力的，不要你产生什么知见的，上座不产，不要知见。但是提前你要懂得这些道理，慢慢你就发现声音不是从外升起的，也不是从内升起的。开始是，当你发现声音从你里边升起的时候，你会吃一惊，可能，尤其哎，好像从我身体里冒出来的。因为本能分别一定是你心分别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声音从你身体里冒出来。但是马上你就有知见，你没有内外，因为你是四大皆空的，怎么会有内跟外之说呢？所以你继续不动往下去，然后你就不知道声音从哪生出来，继续往下修。我只是说刚开始这样子，因为佛说慢慢的根尘脱落，因为你会发现耳根跟声音慢慢的随着这样的修正就会脱落，然后呢你就会动静二相不生。动静二相不生的时候，本能的分别会破掉，就是本能啊，就是不生法相。就说我说苹果，你头脑中不会一堆苹果的认知，然后你仍然能听懂我苹果呀。现在我说苹果，你黄苹果、绿苹果、蓝苹果、酸的、甜的，又清清楚楚，本能分别，知道吧？随着你的修正，当根尘脱落的时候，动静二相不生的时候，本能的分别消失，然后耳根跟声音会脱落，根尘脱落，这时候就可以见性了，明心见性了，知道？然后你的声音就不，你就会进入天人的境界，基本上，因为声音就不是你分别心体了，是你感觉到，你感觉到有声音，就是就像天人之间的大家的交流是心灵感应，不是说话的，没有嘴巴的，没有耳朵的。心灵感应，你说我知道，他心通，你知道吧？所以觉与所觉空，先开始破闻与所闻净，动静二相不生，然后觉与所觉空，然后照与所照灭，然后呢生灭灭，就开始证入了空性。他始就说你不管这个层次是一层一层怎么证的，始终是破着二元对立。就像你破，比如说我们破空破有，我怎么破虚空呢？老师，我什么怎么破这个虚空就结束了？我把外相外法有是外法嘛，我怎么破这个外法，这个外法就破完了。当你不思空不思有的时候，你就静了。这就是不思空不思有的时候，就是空有边际，就是边界。你头脑中没有空有的法相，不思空不思有的时候，空跟有就破完了，知道吗？不思垢不思净的时候，净跟垢就破完了；不是善不是恶的时候，善跟恶就破完了，知道吧？但是刚开始不是不行，不生法相才行，知道吧？从眼根破光明跟黑暗的区别，从耳根破动静的区别，都可以破，六根都可以入门。但是止观修得很好的时候，六根全破一起破，六根圆通，知道吗？圆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六根
空突破了所有三维的障碍，你可以圆满圆觉，从我觉进入圆觉，这就是如来境界。就是说六根眼根你可以有佛眼层次，耳根也是六根合一互用，眼睛可以听东西，耳朵可以看认字，六根互用嘛，全在一心，不是用根做的，全在一心，六根互用，六根圆通，你就差不多成道了，知道吧？嗯，明白这一点。你比如说我这个耳鸣，你要是扩这个声音的时候，其实到时候这个耳鸣和这个外界的声音一样。是，耳鸣也是你分辨出来的，所有的声音都是你分辨出来的。为什么你死了耳鸣不响了呢？如果假如现在你没气儿了，你会听到耳鸣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不影响你，但是呢，在如果我们耳朵眼睛有病的时候，将来你在修正圆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障碍，就是说它会疼啊、痒啊、流水啊，不舒服一些。比如有鼻炎的人，或者不管你修哪个根，到最后六根全反应。比如你修耳根圆通，鼻子流鼻有鼻炎的人流水，眼睛不舒服的也流眼泪啊，还有口腔流口水，反正啥也很难受。但是呢，这是很正常，气脉要打开，知道吗？不影响你成道这些，人到中年修行，哪有没点气脉，哪有没有的堵塞，都不通，都有些问题。所以在正道上就是越清净的时候，这声音越大。是的，现在也大，只不过是吵太吵了，压过你那个声音了，一样的。就是你分别大小而已。